透视易经解锁密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禅宗说卦。结束了天地比的六个爻辞了，所以今仔日咱就要来介绍天火同人。同人卦的部分，天火同人的上卦是坤为地，下卦是坎为水，是一支代表甲家己兴趣同款的人做伙，会当互相合作，互相得利。创造相应的结果。这支卦是由初九、六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甲上九五来组成的。天罗通人卦这支卦主要是想要传达的，就是讲大家爱同心同德的道理。首先是初九五的爻辞，初九同人移门无咎，意思就是讲甲人伫门外见面，未有啥物罪过。象传里面有说，出门同人又随旧的，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出门跟那群兴趣志向都同样的人见面，还会有什么人的接臂呢？天罗同人的初九代表的是刚入同人卦，事情是在一开始的阶段，初九拥有其拥为，虽然无其中，但是有地位，地位就代表吉祥，因为同性互相排斥的关系，所以初九无甲九四互相来对应，安尼状况无一定是一件歹事。因为初九无得到九四的帮助，这代表初九甲九四之间无私情，所以初九伫个甲人交往的时阵，才会当保持公平公正的态度，以及包容的气度。就是因为安尼，爻辞内面才会讲无咎。初九当然未有啥物罪过，嘛未当着啥物灾难啊。天罗同人卦内底同人有将大家集合做伙起来的意思。为卦的排列顺序来甲看，天地比的后壁会接天罗同人，就是表示讲经过真侪难关以后，大家了解到团结的力量、大爱的道理。所以一些兴趣同样的人才会选择做伙。在初九的爻辞里面有提到门这个字，会用门这个字来形容，是因为初九当的时候，初九当的时候会变成上卦是乾为天，下卦是艮为山的天山遁。艮卦的艮除了代表大山以外，还可以用门阙，门阙就是古早时代一种像在塔的建筑，像啊，起伫个城门附近，代表出入口的意思。一开始，咱是甲同人移门，解说成甲人伫门外咧见面。但是，也有一种讲法是，君王当着家己无法度解决的代志，就会打公告伫城门口，招天下间有才能的人来帮助君王。啊，就是讲同门移人，除了有求贤明的人来帮助君王的意思。也有想要甲一般的民众建立和谐关系的意思，为着要完成众人同心同德的理想，所以才要伫咧初九的部分，就先打下稳固的基础，建立良好的关系，安尼未来就袂啥物有大过失啦。最后，咱来看天罗同人第一爻用爻的总结。初九坐伫天罗同人卦的起点，无甲九四相应，代表甲一群兴趣甲志向拢同款的人，相约伫个门外来见面，这并无啥物罪过。看完了天罗同人卦初九爻辞的部分，刷落就是六二的部分。六二同人移中立，也会记得拄则咱有讲到。同人就是将大家拢集合起来的意思。六二的爻辞就是讲讲同人移宗，就是讲共一款共宗族的人拢甲集合起来的意思。根据卦象的显示，六二阴爻及阴门是地位有中正的情形。六二不但甲九五有互相对应的关系，也是同人卦内底卦主。照理来讲，安尼应该是吉祥的意思较对啊。为什么爻辞内面会出现“吝”？会讲六字将来会碰到困难。天罗同人卦想要表达的是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，
这支歌追求的是用公正无私的态度去跟人交往，所以六字和九五相应的关系反倒回来会造成不利，因为六字只愿意亲近和自己同宗族的九五疏忽了中间的九三和九四，六字把自己交朋友的范围缩小了，这就是一种骄傲、自私、度量小的表现。若是长期安尼落去，伫各方面的发展，就容易遭遇到困难。相传内底有讲：“同人以忠，令道也。”意思就是讲，六字只愿意亲近甲家己同宗族的人，这是一种建设谦卑的行为，会招来祸害。六字是一个有权势的人。但是伊只愿意甲家己的亲族来往，这就表示伊的立场已经有偏差。在人才选择上，应该爱选有品德、有才能、贤明的人来帮助君王接得。但是六字只知影伫家己的家族内底选人，咱讲实在是伤过短浅啦。虽然目前甲看起来是无啥物问题，但是三万不敢保证未来发生什么状况。最后，咱来看天后同仁第二爻阴爻的总结：六字坐伫个中正之位，甲九五相应。虽然六字只愿意甲伊个同宗族的人和平相处，毋是啥物大过错，但是这嘛毋是达到咱娱乐的行为。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，身体健康心安宁。投资求财必得利，做伙学易经，家庭幸福永共心，修行路上可见性。禅宗说卦节目后期账号42274784，号名是方法界基金会。欢迎回来禅宗说卦，咱今仔要来讲的，就是甲六合经有关系。宋代的一部禅经的经典内面有写。六合生团合六经，心合共住靠无遮，意合同月解同修，见合同解离同君。当个人变成一个团体的时阵，难免会发生摩擦。佛陀注释的时阵，为着要统理大众，也为着要让大家拢会当合乐清净的修行，将正法的力量广播予众生。所以佛陀才会创建僧团的概念，制定六合经的规范。若是咱会当做到以下这些代志，就会当真正发挥出这个团体当中每一个人的力量，成功达成目标。第一，家己的行为袂去侵犯到别人的权益；第二，袂使用刺激的恶毒的话来甲人交流；第三，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；第四，严格遵守团体的规矩；第五，在价值观的部分要达成上界基本的共识；第六，公平分配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利益。天后同仁卦想要传达的意思，就是为了要实现共同的目标，每一个人都应该互相帮助，才会当创造相应的局面。在装六亲之前，我们要先学会装地支。装地支的原则很简单，就是阳卦装阳地支，阴卦装阴地支。阳卦为乾、震、坎、艮，阴卦为坤、兑、离、巽。阳地支为子、寅、辰、午、申、戌。阴地支为丑、卯、巳、未、酉、亥。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在装阳地支的时候，要从顺时针的方向，因为子是乾阳之势，所以要照着子、寅、辰、午、申、戌这样的顺序来装。但是在装阴地支的时候，因为未是坤阴之势，所以要从逆时针的方向照着未、巳、卯、丑、亥、
有的顺序来装。从出窑开始，顺序由下往上，每一个窑位分别代表的地支如下图。我们说过，十二地支有各自代表的五行。从右下角顺时钟来看，亥子为水，寅卯为木，巳午为火，申酉为金，剩下的丑、辰、未、戌都为土。每一个宫守卦也都有自己的五行属性，乾、兑属金，震、巽属木，坎属水，离属火，艮、坤属土。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每一个爻的地支跟五行之后，就可以来装六亲了。以宫守卦的五行为我，再下去推算，生我者父母，我生者子孙，克我者官鬼，我克者妻财，同我者兄弟。五行的相生相克为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火克金。举例来说，例一，从天风姤的卦象上来看，天同、人同、地不同，判断是应的口诀说，地同四势，地变出，所以天风姤的四爻在初爻，应爻在第四爻，因为四爻在初爻的位置，所以它的宫守卦就是乾卦。乾属金，天风姤下卦为巽，所以初爻到三爻的地支五行分别是丑土、亥水跟酉金，上卦为乾，所以四爻到六爻分别是午火、申金和戌土。接着是六亲的部分，乾属金为我，由下往上，从初爻开始，土生金，生我者父母，金生水，我生者子孙，同我者兄弟，火克金，克我者官鬼。五爻的位置也是金，同我者兄弟。最后的六爻是戌土，土生金，生我者父母。按照上述的步骤，就能够完成装地支和装六亲了。佛如百万四千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，就好亲像一支歌，会当有非常多的面向来解说众生的问题。刷落去天地皮的后边，就是天罗同人卦的部分。今仔日咱要来介绍的是天罗同人的初爻变爻了。变成下卦是艮为山，上卦是乾为天的天山遁卦，以及二爻变爻了，变成顶下卦拢是乾为天，是八仲卦也是六冲卦之一的乾为天卦。这两种的卦象分别套用到各种问题的分析。首先是财运甲投资方面的问题解说。伫初爻马木的父母当新土子孙的时阵，咱请看这张图。细爻亥水的官鬼代表你即卖财运唔是真好。为卦象来甲看，车财位所对应的地支五行是辛金，金代表农历的七八月，迄个时阵拄好是秋天，啊，就是讲你爱等到秋天，再来求财，才会对你比较较有利。第二爻丑土的子孙，当寅木的父母回头客的时阵，咱来看这张图。原神丑土的子孙，当做辛金的财爻生细爻亥水的官鬼，代表你目前的财运也未歹，但是因为乾为天卦化六冲的关系，所以伫咧投资的时阵，千万唔通贪心，爱见好就收，以免到时阵无赚到钱，反倒倒来也欠落的债务。接下来是感情部分，
针对还没结婚的男性，在初熬妈妈的父母当心头子孙的时候，我们来看这张图，新金的财熬生细熬海水的官贵，这样挂上代表你的好运门已经到了，建议你要好好把握。第二熬子孙当的时候，新金的财熬来生细熬海水的官贵，表示你的女朋友本身就有结婚的意愿了。若是你有打算要结婚，现在这个时机真适合你跟你的女朋友参详婚事。但是在抽土的子孙同化阴木父母回头客外化六亲的影响之下，您来注意可能会受到阴灵的干扰。若是真的有这款的问题发生，建议您也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处理这个影响。对于已经结婚的男性来讲，在天后同人初熬猫木的父母同化神头的子孙变成天山遁的时阵，新金的财熬生细熬海水的官贵，金生水，表示您夫妻的感情真好，婚姻生活真和谐。在天后同人二熬抽土的子孙同阴木的父母回头客变成乾为天的时阵，子孙同化父母，代表你跟你的太太最近常常因为孩子的问题发生冲突，造成家庭环境不安宁。对于还没结婚的女性来说，在初熬猫猫的父母当新头子孙的时候，我们请看这张图，官贵七岁代表等到当天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可以结婚。第二熬抽土的子孙当阴木的父母回头客的时候，抽土的子孙当克细熬海水的官贵，安尼挂上代表恁的感情已经冷淡去啊，而且伫相处上嘛真无和谐，意见强也袂合，佮加上乾为天挂化六冲的关系，所以恁最后会选择分手的可能性真大。对于已经结婚的女性来讲，伫初熬猫木的父母当新头子孙的时阵，官贵七岁代表恁夫妻互相依赖。婚姻非常的幸福。在二熬抽土的子孙当阴木父母回头客的时阵，子孙当克细熬的官贵，根据卦象的显示，恐惊会发生行故的情形，表示你真有可能会因为甲先生发生冲突，两个人的感情渐渐变甲真冷淡，最后走到离婚的地步。这是讲你的姻缘已经尽啊，会孤单一个人的意思。下一个是健康方面的问题解说。在初熬猫猫的父母当新土子孙的时阵，细熬在海水的官贵，代表你有心脏或者是血压方面的病症，而且你的病菌真歹消毒。因为初熬是父母当的关系，所以你会当请人去检查你的祖坟的风水，看你的健康状况是否受到祖坟的影响。在二熬抽土的子孙当阴木的父母回头客的时候，官贵七岁，这同款也是代表你的病菌真歹消毒。本来你的病是好的，但是因为要有子孙同化父母回头客的关系，父母将子孙给克掉，所以你的病情在明年的春天恐惊会有加重的危机。建议你即马都爱加强家己的抵抗力，继续保持积极的态度，而且爱更加认真接受治疗才会用尽。学业方面，伫初熬猫木的父母当新土子孙的时阵，咱来看这张图，海水的官贵气势，表示你只要你像即马同款，继续保持认真学习的态度，未来一定会当得到好成绩的。在二熬抽土的子孙当阴木的父母回头客的时阵，子孙当客元辰的官贵，安尼卦象表示你学业无成。若是你想要提升你家己的成绩，就要找出妨碍你学习的问题，赶紧重视问题来解决，才是改善你的学习状况上界有效的办法。再来是工作的部分，在初熬猫猫的父母当新土子孙的时候，我们来看这张图，新金的财熬生细熬海水的官贵，代表你目前上班这间公司让你的财务是不错的，
而且也有升迁的机会。在日后抽屉的子孙当荧幕的父母回头客的时候，官贵气势代表你付出很多的心力，很认真在做事情，坚固挂上的显示，因为抽屉的子孙当化荧幕的父母回头客的原因，所以在年底的时候恐惊你的工作会发生移动，你要提早做好心理准备。官司的部分在初后卯木的父母当新土子孙的时阵，咱来看一段图。应后属土的子孙克巳后亥水的官鬼，安尼卦象对伊的官司是不利的。但是伫卯木的父母当克应后子孙的影响之下，若是你会当请到一位适合你的好律师，就会当增加你得到胜诉的几率啦。在日后抽屉的子孙当荧幕父母回头客的时阵，应后属土的子孙克巳后亥水的官鬼，又加上乾为天卦化六冲的关系，代表这场的官司对你是相当不利，你真有可能会得到败诉。公司经营的部分，在初后卯木的父母当新土子孙的时阵，咱请看这张图。巳后的官鬼代表你最近伫个事业方面会当得到成就，但是恁公司的业务部也需要加强业务人员的训练。第二后抽屉子孙当荧幕父母回头客的时阵，咱请看这张图。完成抽屉的子孙当做薪金财星巳后的亥水的官鬼，虽然这代表恁公司目前所得到的利润也袂歹。但是因为卦化六冲的关系，在未来恐惊会发生变数，所以在经营方面，你要提早做好准备。借钱贷款的部分，在天后同仁初后卯木的父母当新土的子孙变成天山遁的时阵，应后属土的子孙克巳后亥水的官鬼，代表你伫个借钱的过程中会碰到真侪困难。在天后同仁卦日后抽屉的子孙当荧幕的父母回头客，变成乾为天化六冲的时阵，应后属土的子孙克巳后亥水的官鬼，表示对方无愿意借你钱，你贷款失败可能性真高。最后一个是用财甲阴财的部分，咱先来看用财方面。在初后卯木的父母当化新土子孙的时阵，代表你若是住伫这间厝内面，会对你的囡仔健康不利。在投资房地产的部分，初后父母当化子孙生财，代表这间厝未来房价是升落价，后起价的精神。在日后抽屉的子孙当克巳后亥水的官鬼的时阵，代表这间厝内底气场伫未来会愈来愈歹，甚至会影响到囡仔健康的状况。但是伫个投资方面，因为完成抽屉的子孙当生新金的财的关系，代表未来的房价会起价，真适合你投资。再来是阴宅方面，在初后父母当化子孙的时阵，表示祖坟的布局对人丁不利的风水。在日后抽屉的子孙当化阴木的父母回头客的时阵，甲拄只初后当的时阵同一款，同款拢是代表祖坟的风水有不利人丁的问题。以上就是天后同仁初后当变成天山遁的卦，以及日后当变成乾为天的卦，为大家做个解说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走入易经的世界，了解卦的运用，掌握家己的命运，让你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回再见。